Okay, bro.准备加入红汉部队。对啊，子涵是一年，他星火。我们都有。需要更多妖术。对啊，我可以开始做三年的那个图案了，那还没被做出来。这里的问题是他会复活那只出来变32，所以要有办法处理。这样应该也还好。这样，如果我们打巫妖王的话，会爆一张牌。啊，这要变羊吗？变一下好了。我们等一下要打青蛙，所以我那里把钱币丢出去，好像没有必要，就是了。他没有心尖。应该刚好三张，对。这样我其实不用做，就是打新币这件憨事哦。等一下，我其实有一张扫回来，11。可能要甩一点手牌，不过其实还蛮想打哈加莎出来。全部不见。黑暗幽魂，此树木污染湖水。这只没有威胁力，因为它血量很少。3.6，国际服我没有玩。
他没有心尖呢，才对。恐慌。哦，有这个 combo 哎，没有抓到手下的话。不想超载八颗，我超载两颗应该可以，这样还是可以打这个钱币，应该说钱币伊雷特拉有了。这样会运作吗？会，会运作，很好。Let's go！ 刚好满牌，我怕直接被烤死哎、欸。嗯，哎，他两个墨蛇奥格都没了吗？然后用了一张无尽奴役，看我就知道。希望他这样子不够啊，他要两个，对他不够。OK。闪战，等下可以上武器，好硬哦！哦，这样也是过得了。他没有吸引奸笑啊！整战，我以为你是不小心点到，是不是？总不会，总没有办法自己的东西马上死掉吧？感觉好烦哦！啊，这好烦哦！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可以给妖，给那个犀牛啊。不是啊，给狮子，胆子超烦的。
是超烦。他不一定会带狮子啦，不过他有带狮子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说实在，超痛！这游戏真是太有道理了 ，BC。其实我可能我在想，要不要直接奎格瓦了，还是要等？可能直接奎格瓦了。我刚煮了一壶那个特殊的药水，所以他就挂机了。哦，对啊，可以再多敲一下。有时候超载有点多了，然后那只有五滴血而已。犀牛是九滴血，他也只剩下一张犀牛了。应该不要抽了。还爆牌，完蛋，这有点卡在我的手上。
哦，对了，土人可以点脸哦，这可以点脸，这可以点他脸就好，忘记了。啊，还在冲欸，痛苦的过程。朵拉，我们是不是有机会？我们有机会可以无限，我们有机会可以拿到无限小朵吗？可要先把手上的东西甩一甩。他又拿到冲刺哦，还说笑吗？我要打追踪欸，他牌会剩很少，他这样会用快疲劳。我们快要没有东西了，可应该把有了之类打一打。如果有了拿到笑斗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个，我们用震动者把笑斗拿回来。如果笑斗活着的话，所以搞不好我们应该要想办法这样子打。好吧，凡人，这张也不错。如果拿到一废的他，或是一废的他，我都可以保证再拿回一个笑斗，冲刺补血还带毒，那个那种东西很少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应姐这个。七六。我们不急，看着我。演化找毒吗 ？OK。还爆牌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凡人，我又醒来了。我们可不可以闲皮的哦？离开我的丛林！哇哦！牌好像还是太多了。战战，应该不会发生哦。我快没有牌了。啊，应该不会发生。OK。我没有牌了。
没有牌了。直角包应该直接丢这张。哦。快都回来 ，OK。我忘记会不会回来了？等一下，这样不对哦，这样只会再拿到一个而已。哦。嗯。冲刺补血还带毒。那种东西很少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还是要打这张啊。我咬人的牙，但还是太多牌就是。有没有这一张啊？还是被解掉啊？OK, bro. 别歪脑边了。顺序错了。哇，这还有嘲讽，不过他没有嘲讽了，呵呵，GG啊，呵呵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他应该是我之前玩的那个海盗快贼啊。站住！口令谁？离开我的丛林！应该是没有那个真菌啊，如果记得没错的话。站住！口令谁？然后好像暗杀花也不多。
这样是多少？哇哦 ，OK， 这被处理掉就是，不过。然后又获得加四加四，所以是多少啊？哇哦！为什么不就连敲就好？啊，突突。两个大地震级都抽掉了，欢迎参观我的花园。五个蜘蛛，不许任何人动。我其实不要确定他到底有没有那个嘲讽憨仔。那两个金句都打掉，可能没有嘲讽憨仔。真是厉害！赞赞！